我叫 Bia， 我係個 fashion editor。第一次接觸波鞋嘅時候係喺 college， 當時買好多波鞋，越嚟越買得多嘅時候，慢慢波鞋變咗一種回憶。我做波鞋係重質唔重量嘅，所以我比較中意買啲 limited edition 嘅波鞋。每對限量版嘅波鞋都係好難買到嘅，所以佢哋都係我一啲好珍貴嘅回憶。所以我都會揀專業啲嘅清潔劑，例如 Jason Mark 去清潔佢哋。